提前事先跟同学讲一下哈，因为这次呢来讲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这届的人数可能比较少一点点，才28位，还不到30位，所以说又要考试又要这个举办这次的活动，包括我上活动，所以说呢，我希望所有同学举杯，向这个今天服务的活动组那几个志愿的学妹们，跟他说声谢谢。 预算没那么的大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边也谢谢庐山学姐热情的赞助。好，现在时间没有大的人，是很开心。没有，但是好的伙伴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尽量开始玩乐吧。 No, it is.